在巍巍的太行山下，闻名中外的人造天河红旗渠畔，坐落着安阳市德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2010年，有着40余年工业发展历程的安阳市德利专用汽车有限公司脱颖而出，积极进行技术改造和产能提升。公司占地210亩，厂房面积5.8万多平方米，拥有自卸车、半挂车、搅拌车、常规罐车4条完整的生产线，形成年产各类专用车5000辆的能力。德利公司充分发挥集团的协同优势，创造性地将汽车配件大批量、流水线、快节奏的生产方式嫁接到专用车生产过程中，通过现代化的工装保证和先进的工艺指导，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达到了整体国内领先、局部国内独创的水平。公司钢材采用超薄高强度的安阳兆通型钢，主机长期坚持与上汽红岩、一汽柳特、陕汽、重汽、欧曼等国内著名品牌合作，高强度、轻量化、油耗低、寿命长的特点，在专用汽车市场上具有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德利专汽工艺流程介绍：大型关键设备。先进设备是效率和质量的重要保证，公司通过大型关键设备的投入，确保了产品的竞争优势。钢卷开平线的开卷范围从3毫米到12毫米，基本满足德利公司产品所有用材要求。该设备带有纵剪功能，可以在开卷同时直接得到板材所需宽度，减少了剪板或数控下料的工序。原材料打砂机既可消除板材行材表面的锈迹，又可以提高钢材表面油漆的附着力。10米联动折弯机的使用，为自卸车的负重梁以及侧片上下边梁的制作提供了有力的保障。8.5米单面焊双面成型机、8米卷板机的投入使用，为罐车的成型和质量提供了工艺的保障。等离子水下切割，保障了下料的效率和精度，确保了装配质量。搅拌车罐体模具、十字焊接操作机是搅拌车罐体成型和罐体焊接的重要保障，保证了搅拌车的产品质量处于国内一流水平。德利专汽工艺流程介绍：自卸车生产线。德利公司有国内一流的自卸车生产线，该生产线占地面积4500平方米，形成年产各类自卸车800辆的产能，设有主辅2条生产线，其突出优势是柔性强，适应多种车型的共线生产，能实现侧片和加高栏板的同时制作。底板制作主要包括翼梁定位、正面焊接、左右侧翻焊接等工序，其中左右侧翻焊接能实现所有焊缝的平面焊接，减少了焊接缺陷的产生，保证了产品质量。液压系统装配主要包括前顶车辆液压系统安装、副车架组队、后翻转座焊接、底架总成翻转等工作内容，解决了原副顶车辆液压系统在油漆后装配的落后工艺。大箱组队主要包括侧片与底板组队，通过使用液压举升油缸，将车架放置在水平台上，再用两侧顶紧油缸，将左右侧片与底板进行快速合并。该工装的投入使用，使得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自卸车辅线主要包括底架纵梁总成、副车架总成、侧片总成和前后门制作等工序，通过有效的工序划分，为主线的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德利专汽工艺流程介绍：挂车生产线。德利公司挂车铆焊生产线占地面积8060平方米，形成年产各类挂车3000辆的产能，主要分为工字钢制作、前后车架制作组队、底板焊接等工序。工字钢生产线主要分为副板下料、
工字钢拼装、工字钢焊接和校正等工位。前车架制作主要分为前额颈工字钢成型和焊接、前车架成型、前车架焊接等工位。这是高低板挂车的特有工序，从而保证了各类挂车在主线等节拍运转。后车架制作主要包括边框制作、车架成型、黄支架及附件焊接、车架焊接等工序，可满足不同车型的制作需求。同时，车架左右侧翻焊接能实现所有焊缝的平面焊接，减少了焊接缺陷的产生，确保了产品质量。为实现多种车型的共线生产，德利公司率先在国内推行高低板挂车前后车架分开制作、整体组队的工艺。该工艺的推行极大地提高了高低板挂车的产能和质量。在底板焊接工位，采用单面焊双面成型工艺，实现底板整体成型，再与车架定位焊接，能实现底板的全部正面焊接，有效地保证了底板的焊接质量和平整度。德利公司严格推行各类普通挂车的标准化设计，从而保证了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优势。德利专汽工艺流程介绍，混凝土搅拌运输车生产线。德利公司年产1200辆混凝土搅拌运输车生产线，是国内设备最先进、自动化程度较高的生产线。搅拌车有效容积为8至16立方米，由底盘和上桩部分两大总成组成。底盘采用国产专用车底盘改装，上桩部分由取力器、搅拌桶、副车架、进出料装置、操作系统、液压系统、电气系统、供水系统及护栏等组成。搅拌车的关键部件搅拌桶采用高强度耐磨钢板 520JJ 后5毫米板材制作而成，副车架采用高强钢 AG700T700 6毫米厚板材制作而成，板材下料采用数控等离子切割，保证了部件的精度。大梁的组焊采用大型龙门自动焊机焊接，焊缝成型美观。搅拌车桶体的组队采用地坑式垂直组队的方式，在定柱式悬臂起重机和焊接工装的辅助下，具有定位准确、结构受力好和焊接应力小的特点，有利于提高产品的使用寿命。搅拌车在进出料速度、混凝土匀质性和出镜率三项主要技术性能指标均达到国家优质产品标准。德利专汽工艺流程介绍，涂装线。为提高产品外观质量，德利公司建有两条完整的涂装生产线，配备有相应的喷砂房、水循环喷漆房和烘干房。涂装采用台车式多功能水旋涂装室，工件由台车推入涂装设备并关闭大门后，形成一个上送风、下抽风的水旋式喷漆室，完成喷漆、流平、烘干工序，保证了油漆喷涂质量。烘干房可以使油漆快速干燥，得到较高的漆膜饱满度，从而提高产品档次。先进的涂装线使产品油漆附着力、耐磨性强，具有均匀、耐久、光泽、平滑、耐腐蚀、不裂纹、不脱落的特点。涂装后的挂车进入总装工位，在完成车桥、轮胎安装后，进行防护网、工具箱、栏板、电气路的装配，经调试、总检合格后送入成品库。总结公司多年流水线生产经验、汽车配件制造模式，在为广大用户提供一流产品的同时，实现了专用车的批量流水化生产。自强不息的德利人，愿和广大同仁一起，为实现专用汽车的现代化生产而不懈努力，为专用车行业的繁荣发展做出卓越而突出贡献。